来玩这款游戏《斩魔小队》。哇，这个画面有点老旧哦。哎呦，还可以啊、哦！这。哎，他打我才一而已啊、哦！哎，真的哎。那我根本不用闪了啊！多重攻击，用这个吧。哦，这是大招。没输出啊！挺好玩的、啊，是不是？哼哼，宝箱。好硬核的一款游戏啊！哎，这 boss 不错啊。太弱啦，这个 boss 打我不痛啊！我还可以闪避耶！哎，会痛会痛会痛，不能再这样子玩了，太可怕了！我想要近距离放大招耶！哇，打掉了！我想要近距离放大招的说，真不愧是，哎，我拿到装备了。名字啊、哦，初男，一般都会被禁制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打初男好不好？是什么？哇，仓库，哇，我拿到武器了、欸。OK 吧，我感觉待会会血流成河的哦。我拿一把弓箭，阿努神像，阿努纳奇啊，传言数万年前有一批外星人来地球掘金，他们都叫做阿努。那一队人大概有50米，全部都是阿努。哎，来了，射了，多了弓箭了，感觉起来射下去挺舒服的啊。这种的我还是需要散射的，不然用小范围的这样子打不太方便。哎，我还有自动导弹呢。给我武器，对。弹射，我觉得弹射比较好。弹射好了，只不过这个打 boss 就不强了。打 boss 应该不能用弹射，因为 boss 就一只而已。你看这弹射多方便，射起来多舒服。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要的就是这种恋爱的氛围，是浪漫的味道。宝箱给我啦，打开打开，没有 boss 啊，扫兴欸， boss 来自啊，变异姐夫，等你了啊，我要进去开大招啊，呼啊！我刚已经开了，你有看到血喷成这样吗？虽然你们没有看到大招，但是他已经血流成河了。这个射不到我的啦，我就像猎物一样，我的眼睛啊，天赋啦！哎，金色的，我拿到一把金色的武器，真的假的？好多金探号，抽起来，
章鱼哥，打火机耶！我抽到打火机耶！这是看电视，是看广告意思吧？算了，先不要点好了。这是我随从哦，打火机啊，肯定的啊。哎，打火机来了。我刚刚随从有没有选择到啊？哦，在这里可以了。上阵人数达246，可分别启动羁绊技能。自动施法哦，要吗？不要吧，我想要自己靠近敌人施法，这样才好玩。哎，你看我的打火机出发了。好凶的打火机啊，割草式欸，敌人都很可爱啊。那红萝卜打我扣13滴血，哇哩嘞，来啦，给我一个多重攻击，追踪导弹，追踪导弹好了，这样子我只要在左下角或右下角也没问题啊。有敌人啊，可以让我进来吗？我需要一种 feel， 一种氛围。好，这边是拿奖励的。哎呦，怎么突然有的拿不到？还没着地之前就要先拿了吧。我的最终导弹发挥出效果了啊，我现在就在左下角，你看我的最终导弹那么厉害，交给打火机跟最终导弹就行了，太舒服了吧。好了，我们大声一点，boss 来了。好，321，靠近放大招哦。欸，他怎么没有什么伤害，我快死了欸。极限操作来了。那个可以吃吗？应该不能吃吧，可以吃吗？那应该不是吃的吧，那个蘑菇复活吗？还是比较好的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还挺好玩的啦。